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。在节目的一开始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连生活佛开示，什么是提起，什么是放下，修行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提起，又什么时候放下呢？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示。这个刚刚连生上师有提到，要叫大家放下这个很多人放不下。那么我们上师当中啊，或者出家人当中啊，出家人本身来讲就已经是放下了，上师当中上师更应该放下了。质疑啊，那个有些人为什么放不下，有些人是为了名，那么连胜上师有时候有些是为了利，他放不下。这个放得下放不下实在很难分别，因为有很多人提起我正在努力的去度众生，那你说我为了名，我为了利，他说我是在认真的去度众生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在提起众生，不是为了名为了利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名为了利呢，那就不是提起，因为你提起是有目的的。那么有些人放下也是有目的的，啊，我先讲一个吧。有一个乞丐啊，在天桥这个他不是托钵啊，不是托钵，他是希望那个善心人士给他钱。他放两顶帽子，这边一顶，这边一顶。这有一个这个人走过来，他就身上掏了10块钱。丢到这个帽子里面，然后他一看，哎，他那边又有一顶帽子，他就问那个乞丐，他说你怎么这边放了一顶帽子，这边又放一顶帽子？他说那个乞丐就跟他讲，我现在啊经济不是很好，但是呢我想开分店。要开分店，两个帽子就是一个帽子，就是他的分店。啊，我们的上司当中也有很多经济不是很好，经济很好的，经济不是很好，他自己的店一个店不够，他要开分店啊，到处开分店啊，好像是说我的店本来是在美国的，我到台湾去开一个分店，到新加坡又开个分店，到马来西亚又开个分店，这个到印尼又去开个分店，到加拿大开个分店，
对，到欧洲又开个哪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我都要开个分店，跟这个乞丐差不多啊，开 7-Eleven 开 7-Eleven， 哇，到处都有，都有你的分店啊，生意做得大，哎呀，财源滚滚而进。这个是提起还是放下，很难说。你说是不是很难说？他如果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我个人享福，啊，师尊的一条内裤，一条内裤穿得破了，穿得破，还在穿。啊，师母说应该丢了吧。师母说那个内裤也要丢了嘛，对不对？破都破了。师母说很可惜，我也认为很可惜，这个还有废物利用的价值啊。这个有一年呢、啊，宜仙呢、啊，宜仙到幽灵湖去帮我做了也差不多一个月吧，还是几个月，帮我那时候很忙。请宜仙去家里帮忙做一些家事，宜仙去了，他要一块破布，师母就拿破布给他了。宜仙一拿起来，哦，啊，宜仙有没有这回事？你忘掉了。哎呀，那么珍贵的回忆。那个破布就是师尊的内裤啊。在上段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莲生活佛他生活非常简朴的一面啊。继续，我们一起来聆听莲生活佛开始如何将修行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我们不是为了享受，你看吗？我晚上就在雷藏寺吃嘛。我早上很简单，早上两块这个 toast， 两块 toast。那师母说这个 peanut butter 不能弄太多，只能弄薄薄的，有味道就好，很薄很薄，有味道就好。好啦，那么一条 cheese， 一条 cheese， street cheese， 然后tomato， 日本话叫 tomato， 英文叫 tomato， 日本话叫 tomato， 英文叫 tomato， 一粒。我早上就吃这样 ，no egg，no sausage。No bacon， 就吃这么简单呢，早餐呢。
真的，你不信你问师母。两块，我连哦多加一点那个 peanut butter 啊 ，peanut butter 都不行了，多咬一点都不行，还薄薄的，还要沾一下，然后马上就放下来，两块加起来。我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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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吃这样子吧。我知道他是怕我吃 peanut butter 吃太多胖起来，他是不希望我胖。那晚上呢，主餐呢、啊、也是主餐哦，就在雷藏寺吃，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子。吃啊是最大的享受啊。真的，你看所有的那些电影明星啊歌星啊，等到他们到了中年啊，他们已经不顾形象了，就拼命吃吃吃吃吃的吃的，一出来只要他出来唱歌，那个舞台都快要塌下去。真的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减肥嘛。有一个是这样子，有一个人上去这个一个瓶啊，那个叫做什么秤呢、啊？我们秤身体的哈、哦，要秤多少这样子？那个秤呢、啊，现代的发明。非常好，他会直接跟你讲你现在几磅，不用你去看了、啊、你现在几磅。有一个人上去他就讲只限一个人使用。啊，只限一个人使用，我就是一个人啊。他说只限一个人使用。大家也知道师尊呢穿的就是喇嘛装，没有别的了，再漂亮也是龙袍，换来换去龙袍也好，第一品牌大家都看我，你们穿的什么香奈儿啦沈用啊都输给我这第一品牌。这个很难讲什么叫提起，什么叫放下的。师尊把这个放下当提起，把提起当放下。我什么叫做放下呢？我不分礼拜六礼拜天，我一定写文章。礼拜天呢、啊？要护摩，我早上也不休息，很快就起来，马上就写好文章，连澡都洗好了，然后也做功课，做功课写文章洗澡，那等着到山庄去做护摩。礼拜天，那我今天呢？早上写文章。做功课，吃完了饭就来这里，这里呢加持的所有的信件以后，听说有十几个人要问事，我马上又去画一幅画。那毕彦法师问我说你那么辛苦做什么，我说会务利用啊。会务利用啊，我把我自己变成一个会务，因为生命不长，生命无常，很快要走，要抓紧时间啊，要提得起众生，要度众生，画完了画马上问事，问到时间超过
然后去吃饭，吃完了饭回来运动，运动完了以后想说晚上要讲什么，他赶快去准备一下这个乞丐这个分开分店的啊，没有资料也不知道乞丐是开什么分店呢、啊，忙得很，一直忙忙忙忙，吃完了还回来要运动，要走路。本来我走路都走半个小时了，走了十五分钟，马上上去，赶快准备要说法的资料。做什么？要提起呀、啊。但是我这个提起也是放下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为什么，我不为什么就是放下，我不是为了名啊，我这个名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再怎么改也改不来了。你说我为了这个名去拼命吗？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名，还拼什么命？名义本来就不好了，还拼什么名义？没有什么名呢。欢迎继续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继续聆听莲生活佛开示，弘法既不为名也不为利，认真去做不在意结果，这就是提起也是放下。无为利吗？啊，人家有些人去被邀请去演讲，一场都要算钱的，每 一场演讲多少钱？那些大有名气的人啊，出去演讲，一场演讲多少钱？啊，师尊如果被邀请到分堂去说法，办法会，啊，比这里，如果比较的话，应该好一点。西雅图，没有什么利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利了。那为什么那么认真？提起，为什么这样子提起？放下。不为什么，不为什么就是放下了。刚才莲生讲的，他有一次觉得要做就要做得好，不然就不做。我跟他讲说，认真做，然后呢，管他的。什么叫管他的？认真做就是叫你提起，管他的就是叫你放下。你已经认真做了，将来好不好，将来做得好不好，管他的。我也是这个样子，我认真做，有没有名啊，有没有利啊，将来会怎么样呢？管他的，还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管得了那你去管，我才不管。这个就是放下，管他的就是放下，认真做就是提起。所以我的认真做
也就是提起跟放下，不要去想富跟穷。这个是放下，不要是想，不要去想我跟你，不要去想爱跟不爱。当你到无念的时候啊，那个念头不产生出来，没有念头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自然无我。那么无我再进一步，什么是你本来的面目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所悟到的本来面目。我以前很高兴啊，今天也是很高兴。以前为什么很高兴呢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射中红心，那只有我一个人 ，only one person， 我射中红心。所以我很高兴，哎呀，一直这样，马上啊！你们都没有射中，只有我一个人射中，我是天下第一人，哇哇，很高兴。这个礼拜有一个人射中。有一天呢，我要把这个人找来，我要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子说？是什么道理让你这样子说？他如果能够说得清楚明白，我三件法王的衣袍就被他一个人拿走，就他一个人拿走，还有两件呢，还有两件。我这个三件的主衣啊，一个是图登达尔吉上师给我的，一个是萨迦正空上师给我的，另外一件是黄教的法王甘丹赤巴给我的，有三件啊。有一天我要把他找来，我要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如果他能够讲出一篇非常好的道理，何以开悟的道理，他已经知道本来面目了，把本来面目的道理讲出来，那一件祖师传的主衣就给了他。有一个人，一个 only one person， 就是一个，很不简单哦，很不简单啊。他也是很辛苦，我看他也是很辛苦，能够这样子。所以我讲嘛，我本来是很高兴的，现在还是很高兴啊。终于有人啊能够知道了悟佛陀之悟，那还有两个机会，希望大家努力啊。
刚才在莲生活佛的开示当中，我们看到莲生活佛因为弟子射中快接近红心的时候，莲生活佛就已经非常的开心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分享呢，在莲生活佛第187本文集《地狱变现记》里面呢，有提到这样的因果故事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开心。可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希望能够这个互相的警惕一下。在地狱当中呢，有一个地狱叫婆心地狱，在这个婆心地狱呢，莲生活佛看到的人呢，都是要被这个玉粒剖开了胸膛，整颗心被挖出来，一再的重复，到底要重复多少次呢？通常要重复的是他在人间害了多少的人，就要重复多少次。可是为什么会进入婆心地狱呢？那是因为在人间的时候做了非常没有良心的事情，比如说是呢，把这个收水收了起来，把上面的浮油制成了食用油给人吃，害得一些人吃了以后呢，皮肤溃烂，甚至于是眼睛都瞎了。我们还知道很多的黑心商品，像是这个黑心电视、黑心床垫啊，人睡了以后呢，其实是会生病的。所以呢，做了这些商品的商人呢，如果入到地狱，就进到婆心地狱。莲生活佛发起慈悲心要救这些人的时候呢，玉力一推，这些人呢缩得非常小，变成很小的虫。所以啊，这个做了黑心商品进到婆心地狱之后呢，转世通常会变成虫。所以这个故事警惕我们，千万不能做这样黑心的事情啊！这个除了这个故事警惕我们之外呢，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还要做多做一点好的事情。那就是呢，我们现在要邀请大家打电话进来，可以索取这本免费的《地藏王菩萨本愿经》的抄经本。大家以诚心来抄写的话呢，在六月底之前寄回台北中观堂起建的六地藏菩萨的法会当中呢，有这样殊胜的法缘，会请地藏王菩萨为大家加持，希望大家的所求都能灵应达成。节目进行到这里，非常感恩您的收看。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，请大家不要忘记继续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圆觉经》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赵顺。在二度中风，我吞咽困难，经过莲生活佛的加持，我念了上师心咒100000遍，我身体健康也能够进食了。所以我在这慎重推荐，每个礼拜六早上10点钟，欢迎大家打开年代38台观赏莲生活佛的六祖坛经。